迎来了啊，欢迎啊！咱们今天呢，这个你是头一个进来，进来还挺早。那天讲那个地球是吧？你那个听得特别好是吧？我看你说，我看我那地球在哪儿了啊？这儿啊，这个就是给你比划的特好是吧？咱们今天还是按这个生动的啊讲法啊给大家讲。那这一个人呀，总有很多种称呼。啊，比如说，哎，大傻子，这人叫谁呢？你得知道是那个叫自个儿呢，对吧？对，没错，是。啊，你比如说，哎，莹莹，哎，这人叫谁呢？也是叫你的，对吧？然后一个人他有好多种称呼，比如人叫我，哎，丽几又，啊，人叫这个丽毅，啊，丽朵，啊，丽梅，啊，我丽叔，我都知道是叫我呢，啊，是吧？一个人他有好多种称呼，啊。有什么大名啊、小名啊、雅名啊、字啊、这个俗号啊、这个昵称啊、爱称啊，啊，比如这男朋友可以叫你哎，那个这个小莹莹啊，比如这个爸妈有可能叫你这个莹仔啊，是吧？这个很多种称呼，啊 ，Maggie 来了啊，又通过附近频道发现主播，你不是关注我了吗？莫非又给我取消关注了？啊？那在这个古代呢，一般的这个比较这个位高权重的人呀，他的名号啊更多。你有时候吧容易混乱。那比如说我这个，你看好多那个港台拍那电视剧啊，那个拍那孝庄秘史啊，那孝庄骑着马，完了那个谁皇太极就跟旁边就叫啊，孝庄骑得太快了，是吧？就觉得特别搞笑啊。比如像那孝庄，他是什么呢？他就是谥号。那就是人呀，在死了以后啊，这个国家呀也好，是这个朝廷也好，为了表彰他的这个卓越功勋啊，赠给他的这个称号，那这就叫做这个谥号啊。还有比如像年号啊，比如这个孝莹莹，比如你那个登基了啊，你比如你登基了，你有什么政治抱负啊？有什么这个政治愿景？比如你希望这个四海平安，那你可以叫这个，比如说这个。治平治和啊，比如有起这个年号，比如康熙是吧？康而熙之啊，这个比如这个捋顺这个统治关系，由于这个人民这个反抗不断，叫顺治对吧？年号呢都是一种这个愿景。那文文来了啊，欢迎文文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这个年号啊，比如像这个同治啊，早年就不叫这个同治这个年号。啊，他叫这个齐祥啊，后来呢改成两宫皇后了，又有慈禧了，又有慈安了。慈禧为了托自己，对吧？得跟慈安平等的地位啊，所以就改这个年号叫同治了。那这个是年号。那尊号呢？比如说呢，一般呢是出现在那种比较霸气的君主上，比如那个武则天啊，则天大帝，这就是给上的这个尊号。那就跟那齐天大圣似的啊，这是给上的这个尊号。啊，还有呢，这个庙号。啊，同志你好啊，同志你好啊，欢迎这个，看这名怎么念啊？磨磨磨磨磨啊，不知道断句对不对？那、啊、这个就是这个庙号啊，庙号啊。完了，咱们呢就是这个先给大家这个简单呀说一说这些称号的这些这个异同。那、啊、你到时候呢，在这个看这个历史书之中啊。哟，小莹莹，我以为你走了呢，我也说你叫则天大帝啊，这个女强人是吧？啊，这个没走是吧？主播像什么啊？主播像帅哥，哈哈，这肯定是被屏蔽了啊，没说什么好词儿啊，得了啊，我去看标题了啊，什么标题啊？标题啊，对，咱们这是有标题的啊，这个啊，咱们呢依次呢给呢大家这个解释。那像金人啊，像金三胖啊，得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某某某说的挺好，金三胖一般都这姿势。我还会说那个朝鲜金正基讲那朝鲜语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啊，一般都是这样啊，这样。我得拿一个什么东西裹着，演的得像啊，我看看。拿一个这什么这朝鲜式的头巾，那裹着啊，这样啊，也朝鲜妇女都是这种头巾的头饰啊，
我的笑已经准备好了啊，准备好了，我这记不上，我这，嗯，我看看啊，一般都是这样。朝鲜劳动党，朝鲜社会主义革命军，金正恩参军，万岁，思密达。一般都是这样啊，头太大了啊，头太大了是吧？头有点大啊，是这个像是这个他讲这句话什么呀？朝鲜劳动党啊，朝鲜劳动党啊，朝鲜革命军啊，朝鲜革命军啊，金正恩参军啊。你看人家这个朝鲜人多会拍领导马屁，大家以后啊都得啊学着像这个朝鲜的这个同志们啊这么拍马屁，你领导才爱听。朝鲜人管金正恩将军叫什么呀？不叫将军，那聪棍，啊，管那个领导人叫长棍，啊，这是长棍，啊，金正苍棍，啊，满载思密达，我说有赵本山的潜质啊，咱们这个是这个，严肃为主，娱乐为辅，我就是给大家调节一下这个，调节一下这气氛，啊，朝鲜通通通，朝鲜什么什么什么，哈哈哈哈。语气要义正言辞，表情要严肃，没错没错。见过普鲁士这个老朋友了啊，是吧？咱们就是这个怎么着，穿插这个小逗乐，要不然大家老听着什么庙号、谥号、帝号、年号，过一会儿就晕了啊。咱们先给大家说这个谥号啊，这字儿啊不念义哈、啊，我小时候叫老年义。哟，闻闻得了一花椒豆啊，得了一花椒豆，赶紧交出来。啊，那、这个咱们采取的是这个苏联早期的余粮收集制，啊，这个养活好你够吃的了，剩下的全都发给主播就行了。谁给我发一微信？行，不理他了啊。这个谥号呢，是这个古代啊，这个东亚地区啊，像是中国啊、朝鲜啊、日本啊，都通行的这种这个谥号，啊，有这种风俗的。这个最早呢，这个采用的这个谥号啊，被认为是周礼的一种啊，有很多种解释啊。周礼的呢，在这个《周书》呢有这个谥法解。主播多少给加微信啊？主播是如果要是这个性别女的话啊，那就不要钱，就可以加微信啊。如果要是这个男同志的话，就是榜前二加微信啊，暂定这样啊，暂定这样。对，秒榜前二就可以，啊，文文送一小桃花，终于给挤出来了，啊，我得注意，得注意这个修养啊，不能这个老说这个不好的字。这个谥号呢，一般的都是这个古代呢尊称这种帝王啊、大臣啊、学者和贵族的。有些这个名人的谥号，由于他这个使用的这个很久了，所以谥号呢往往就被认为是一种这个别名。比如说咱们一提这个曾文正公。那性别歧视啊，那个这什么呀？这个 gender discrimination 啊，我这本科时候写那个毕业论文写的就是英国劳动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啊，这歧视这个问题，这个还真是挺有的讲的。我这有机会得跟大家说说。Mr. 王来了啊，欢迎啊，我这 Mr. 王老朋友，见过之前，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岳武穆啊，武穆这个也是谥号。一般的文人的谥号呢，就是这个文；那武臣的谥号呢，就是武。一般在清代，文正这个属于这个非常高的这个谥号啊。比方这个陶渊明啊，是敬节啊，敬节先生啊。这古代呢，对于这个谥号来讲呢，是这个官方啊进行这个评定啊。这位朋友第一次见着是吧？这他之前来过，老是看一眼走啊，我记着呢。一般来一回我就记得住。啊，这个谥号呢，一般都是这个朝廷赐予的，啊，最早呢归这个，比如像司礼监啊、礼部，那、啊、这个大理寺啊、鸿胪寺啊，都有这个，就是在历朝历代上这个评价谥号的这些这个权利。那、啊、但主要是由这些礼官啊来评定这些这个谥号，啊，比如说咱们知道的比较多的谥号，比如像这个文啊、武啊、崇啊、纯啊。雌啊，聪啊，大啊，调，那这个谥号呢，主要呢是分为这个三等啊，这个上谥啊，这个中谥啊和这个下谥啊，有这个三种啊，上谥、中谥和下谥。上谥就是比较好的啊，比如说像文啊，惊天纬地曰文，比如说这皇帝干了什么事儿
啊，这皇帝呢，这个中国皇帝呢，有一个人呀，有两个人呀，没有谥号啊。哪两个人没有谥号？这个秦始皇没有谥号，啊，这个秦二世啊没有谥号。为什么呢？这个秦始皇啊，尊崇的是哪家思想啊？咱们在这个先秦儒家思想，这个先秦这个诸子百家的时候，给大家介绍过啊。这个先秦的时候呢，有这个法家啊，道家。那嬷嬷说看我的问题，好，我看看啊。那我问问你，哪个朝代开始有庙号啊？我给你查一下啊，哪个朝代开始有的庙号？庙号是从商代开始的啊。回答这朋友的问题，嬷嬷，这庙号是从这个商代开始的啊。这个秦始皇呢，他呢主要呢是这个尊崇这个法家思想。法家思想呢，认为呢，这个子义父啊，臣义君呀，这个是这个不正当的行为啊。你这孩子怎么说老爹好不好啊？对吧？你做大臣怎么能平定你的这个君主好不好啊？所以说呢，秦始皇呢就没有这个谥号，那他被这个称之为是这个始皇帝啊，始皇帝啊，他没有谥号。这个二世这个胡亥也没有谥号啊，这个秦朝想让他这个传承千年嘛，秦始皇也想长生不老吧，每一个皇帝都想长生不老，无论是明君啊，是这个贤君还是这个暴君，啊，像是这个后来的李世民呀，像是这个明朝的这个朱祁镇、朱祁钰呀，像是这个清代的这个。清代的比较少，清代比方像这个雍正啊，都有这种炼丹修仙的这种传统。那这个谁都想长生不老，尤其是皇帝，把这个权力拿到这个集中的时候就是这样。那王先生说的对，法家思想啊，法家思想呢，可以说呢是这个贯穿着整个这个中国古代史啊，包括这个后来的这个新儒学啊，这个黄臧和这个董仲舒啊，讲的是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董仲舒没说"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啊，他只说过这个"罢黜"，他没说过"罢黜百家"，他只是说过"提倡儒学"啊，他只是提倡儒学。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啊，是这个近代的这些这个儒教的人才开始提倡的，像这康有为啊，这个梁启超啊。这个谭嗣同啊，写这种这个孔学呀，这个心学呀，这心学北京考啊，写的这些内容里，才开始提到这个董仲舒的，啊，这个董仲舒也是这个古代这个王安石老一直这个推荐他，啊，所以说改了好多这个内容，尤其是这个班固的这个《后汉书》，啊，班固和这个董仲舒是好基友，所以说他老这个推崇这个董仲舒，啊，这个我在这个。中国古代儒学发展那期，我给大家这个具体的讲过这个儒学的这个发展，那咱不多说这个，咱们呢就说这个法家。那这个法家呢，这个主要代表人呢就是这个荀子，是开创。那荀子的时候，荀子认为是这个儒家的这个首道人啊，这个儒家他是儒家的代表人，但是呢，荀子他有很多法家思想，他虽然不是法家，但他有很多法家的思想。啊，比如说像这个，人之初性本恶论呀，本是恶，需要经过教化，需要经过这个规章制度来这个严格规范他的这个行为，啊，再比如说像他的这个弟子，像是这个韩非啊、李斯啊，都是这个荀子的这个弟子，他们呢就是很好的继承了，并且这个发展了这个荀子这些思想，把呢这个荀子呢这个偷偷摸摸的说那些东西呢，这个不是那么光明正大呢，就是有一个儒家的外壳呢，彻底的抹掉这层外壳了，啊，这个锦城兄不在吗？锦城兄昨天大家看见了啊，那个锦城兄找我玩来了。啊，我跟这个我这个榜一，我俩聊天啊，我这好，这个好不容易挣了一点豆儿吧，我这一请客全请没了，这，哎呀，这伦敦这个物价真是，哎，反正这挺贵，啊，这个我觉得吧，这直播吧，真是图一开心，就别想着挣钱，我记着这个，我这今天我看了一眼，我那什么上个月那时候还3000多豆呢，这个月好像好多人给我刷，我还挺美的，美滋儿美滋儿。啊，但跟那些什么大主播啊，那真是比不了。那，就是这个好多人吧，都有一个这什么心态，我觉得特别特别不对啊。就是好多这个朋友啊，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比如别人不给你这个刷豆，自己有可能不是特别开心，啊，你俩啥时候一块儿直播，让他私信我，好嘞，没问题，没问题，啊，近来太忙，上的少，我说呢，怎么最近老不见你，Mr. 王，之前还见着你呢，我最近一段时间内没见着你了，啊，心态得好，完之后吧，好多人吧，老觉得吧这个知识吧特别这个宝贵，比如说你，哎，你讲这么多这个知识内容。比如说，你说这个买本书看看，或者听个这个什么这个，看个什么视频，你不是还买那会员吗？得做到这个知识付费。但是呢，我呢，在这个很早之前呢，讲过一期这个中国这个现在这新媒体发展啊，我认为呢，知识付费这一条呢根本走不通，啊，根本走不通。知识一定是越来越廉价，越来越扁平化。啊，像是这个，你现在上这个百科，你想搜什么东西？比如刚才这朋友问我了，哎，庙号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我也拿不准，拿不含糊。我知道是商代的，但我为了确认一下，我还得查一下。啊，我一看啊，商代的，我就跟他说，这非常快，2秒钟你就查着了。你说要是搁那个汉代、搁唐代，你要想知道这么个事儿，你是不是得有非常大的这个知识储备啊？我给你们报销你们吃的饭得了。嘿，王先生还挺客气，我看看我那小条。我昨天好像是吃了一人二十三磅啊，一人二十三磅啊，喝了2瓶酒，我俩这个，后来呢，这个我觉得吧，就这个知识吧，还真是这个，其实挺廉价的，知识没什么价值啊，这好多人这错误的观点啊，反而呢是这个如何这个学知识啊，就怎么你去接触这些知识啊，去这个。这个总结啊，去这个自己的思考啊，你的思考方法呀、啊，这些方法论呢，反而是这个最这个有价值的部分啊。就我这个直播呢，也不是营房的营地，它主要呢还是就是给大家呢这个宣传宣传我的这思想，只不过呢就是提供大家这个一种参考。那 option one, option two 啊，这第一种选项，第二种选项啊，至于选哪个呢？这真是得在这个大家啊做这个准备、做功课，或者比如我讲一个这个历史事实的时候，我会告诉你法家有什么优势、劣势啊，墨家有什么优势、劣势啊，儒家有什么优势、劣势啊，这个我把这些人的观点都告诉你。但是呢，这个呢，最后呢，我绝对不可能给答案，对吧？因为给了答案，这个就成咱们这个中学历史这个教科书了，有这标准答案，对吧？很多尤其是像这文科类、文史哲这些东西，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我们一定要这个求同存异啊，差异一定要产生美。那这个中国人呢，就是有一种这个大一统心理，或者是统一的心理，什么事儿都喜欢整大啊，整好啊，越大越好，越这个越完整越好啊。但是有时候往往这个忽略这个差异性啊，差异和这个统一都是有这个各自这个存在的这个必然性。好，咱们扯远了啊。扯远了啊，这咱们赶紧这说回来啊，我这老是说着说着就跑题啊，大家赶紧给我拉回来啊。这个呢，商代呢，这个最早呢，这个庙号呢就四种啊，太、高、士和中啊，就这四个。后来呢，有这个很多的这个庙号啊。今天呢，发型乱了，因为刚才学了一个那朝鲜领导人，我这一裹这头巾，我这乱了，我这个捋捋啊，我捋捋啊，打点儿。打点发蜡，虽然说咱这是知识性主播，但是还是应该得注意点形象啊。这朋友说的对，提的对，咱就得这个借鉴吸纳，打点发蜡。那我这出门每天得抹点发胶呢啊，是对，这一定得注意形象啊，注意形象这个有道理啊，这给人一种那个上来就得天然亲近感啊，说的对啊，这个是这个庙号。那么这个古代呢，这个时候呢，不是说呢所有皇帝啊都得有这个庙号，那你得是好皇帝干得好，你才能进这个太庙的。
啊，比如说像这个商代、周代啊，等到那个朱元璋啊建立这个政权之后啊，这个朱元璋就说呀，这你别这个决定这皇上能进不能进庙，那个这个太庙，那都不是你管的事儿，所有皇帝一律都得进太庙啊，所以说呢，他就不用这个庙号了啊。像是这个大家呢，就讲这个古代这个皇帝的一些称号啊，比如说呢，我从这个前给大家往后捋，那比如说像这个夏代以前的这些这个上古时期啊，比如说讲这个帝辛啊，那皇帝啊，这些基本上都是这个尊号，或者他的真名，或者他的这个氏族啊，比如像这个轩辕氏啊、有熊氏啊、这个颛顼、帝喾啊，这个还有。啊，这比如像那个下大雨啊，这个鲧啊，这些都是这个他的这个真名儿，那本名儿啊，或者是这个氏族。那这个中国人呢，在这个周以前呢，是分为啊姓啊和氏的。那氏呢，一般呢是这个称呼这个男子。那姓儿呢，一般呢是称呼为呢这个女子。那女子啊，比如说我给大家这个举一个例子啊，这个大家看过那个电视剧那个《芈月传》吗？那看过这电视剧《芈月传》吗？这个芈月呀，她有一个哥哥，那叫做这个楚怀王啊，是叫这个熊心啊，熊心啊，还是叫熊怀呀？我别给大家瞎说啊，我查一下，我记得好像叫熊心，因为有俩楚怀王，前楚怀王，后楚怀王啊。楚怀王，楚怀王，啊，对对对，熊奎啊，叫熊奎啊，叫熊奎，给大家打上啊，熊奎。现在也有好多这个姓熊的啊，奎是那个是木字旁的啊，熊怀啊，熊怀。啊，他还有一个后楚怀王叫熊心啊，熊怀，这个含义呢叫芈月啊，芈月，这个芈月呢是熊怀的亲妹妹，俩人一个爸的，都是这个楚威王。那你说这俩人为什么一个姓熊，一个姓芈呀？你这特别不理解。那因为呢，这个熊呢是氏啊，而芈呢是姓啊，女子称姓儿。你看这个姓儿是不是有一个女字旁啊？啊，这个氏呢，是不是没有这个女字旁？氏和姓儿是分开的啊。姓儿指的是妈妈这一支儿啊，一般呢是指的这个。但是呢，就长期下来就固定了，一般由你的先祖的这个姓儿来决定啊。氏呢也是这个，你是哪个氏族的？比如像熊、鹿啊，都是这样的啊。这些呢叫做，比如有熊氏、有鹿氏，一般呢是根据这个氏族的这个周围的这个地理状况决定的。比如说这轩辕皇帝，他就是有熊氏。那比如说，他可以叫这个熊原啊，这样，芈呢是他的这个姓儿，所以你要叫他芈月。那芈字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羊咩咩叫的声音，这是一个这个象形文字，象形文字，一个羊有两个犄角，这个是公羊，那咩咩咩啊，所以这个字儿念芈，啊，既是一个象形字，又是一个这个形声字，啊，厨房有人做饭，没人做饭，没人做饭，现在就我一人在家里呢，啊。所以说呢，这个呢就是姓和氏的区别啊。比如说像这个姓姬的，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周代人都姓姬，对吧？但是呢，比如说他呢给封到齐地了，那一般的这个氏呢就以你的这个地方啊作为你的这个氏族所在地。比如说你封到这个赵地了，你就姓赵吧；封到韩地了，你就姓韩吧；封到魏地了，你就姓魏吧。啊，就这意思。那比如说呢，像这个周公，那周公。养姑娘了吧？我哪有养什么姑娘？我这一个都没有，我就自己光杆司令一个，净逗啊！那这个给大家打啊，这个姓姬的，啊，比如说大家听说过一句话嘛，叫做这个周公吐哺，天下归一。现在有什么周公解梦？啊，这个周公是谁呢？这周公就是周公旦啊，他呢姓姬，那他应该叫什么？叫姬旦啊，他应该叫姬旦啊。但是呢，他呢这个后来呢就是这个周公旦
啊，所以这就是一笑话，说这个周公旦应该叫这个姬旦啊。但是呢，这个周呢，周公旦呢，他呢这个氏族呢是什么呢？他是周氏啊，他是周氏啊，周氏。啊，周氏啊，完了，他呢是这个士文啊，士文，啊，谥号的谥，那打经那会儿都这么念，对。啊，这个周公吐哺，天下归一。那你说了，咱为什么说周公吐哺，天下归一？咱说姬旦吐哺，天下归一，这不也挺好的吗？姬旦吐哺，天下归一，这是因为呢，古人呢有这个两个避讳啊。首先呢，男子呢要尊称他的氏啊，而不能叫他的姓儿。叫姓儿那是这个叫女孩一般叫这姓儿，叫男孩一般都叫氏。所以说他是周氏，所以得称他为周。旦呢是他的名字，古人呢一定呢要称呼对方的字啊，而不能呢这个称呼周公解梦是个怎么个解梦法？这个玄玄乎乎这东西，这个别问我啊。这个子不语怪力乱神啊，敬鬼神这个敬鬼神而远之啊。古德里安说，因为姬旦易碎，所以姬旦不吐哺是吧？这个古人呢不能称呼名字啊，称呼名字呢是对人什么呀？不尊重。啊，比如说这个，当时这个萧何啊，在这个汉代呢，当了这个丞相以后呢，这个我给大家稍微放点轻音乐啊，这个萧何呢，在这个当了这个丞相以后呢，赐了他这个三项特权啊，这个剑履上殿啊，可以拿着这个剑履上殿啊，见君不屈啊，我见着这个谁，我见着这个君王，我应该怎么着？我应该小步快跑啊，大王啊，臣来了啊，是吧？见君不屈，这个萧何见了这刘邦呢，可以怎么着呢？不用小步快跑，可以慢慢悠悠的走。哎，到这儿之后呢，第三条呢，这个什么什么待遇，称臣不明啊，臣萧何拜见刘邦啊，不用说臣萧何拜见这个高祖，那就拜见这个皇帝啊，不用说啊。称臣不明，这是一项非常大的特权啊！古代谁能叫你名字呢？你老板、你上级啊，或者是你父母啊，可以叫你名字。比如，哎，这个鸡蛋啊，过来鸡蛋啊，这个小小蛋过来跟妈妈玩玩来啊！只有周公他妈才能这么叫他，你明白吧？这个别人见了周公只能叫啊周公，不能管他叫哎鸡蛋啊，这些对人家那个不那什么不尊重啊。比如说像这个，再给大家举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当年那个马腾啊，马腾这个全家被这个曹操给杀了，那这个不是马化腾啊，不是马化腾啊，这刘邦出身布衣，对啊，这刘邦是亭长，刘邦还真不是布衣，刘邦是亭长啊，不过他确实穿布的衣服啊，确实是老百姓啊，他是一个小官啊，当时他是在这个泗水亭当亭长，亭长呢相当于现在的这个就是管街道的，管那个治安呀、安全呀这些方面的，所以他也有点什么跟他的兄弟呀、什么城管队伍啊，一般管那个的。啊，一般都是这个村一级的或者县乡一级的，他是属于这个叫算是这个街道治保主任吧，啊，街道治保主任啊，比较像派出所，还真不到那级别，因为他不是强力武装部门，他就是平时维护治安的，他没有这个警察系统，知道吧？啊，所以他够不上派出所那级别，派出所所长有点高估这个刘邦了，他就是这个街道治保主任，啊，基本上就是这水平，啊，这个。就是你把那古代官职吧换成现在这官职吧，觉得都挺有意思的啊，一介布衣的算是一介布衣啊，朋友们都挺了解的啊。这个马腾当年啊，不是马化腾啊，这个全家都被这曹操杀了。马超后来呢，跑到这个西蜀去投奔这个刘备了。他见刘备第一句话特别愤怒，他跟刘备讲什么呀？孟德杀我全家啊！他也得说孟德杀我全家，他都气成那样，把他们全家都杀，他也是孟德杀我全家，他也没讲曹操杀我全家啊！这既是一种尊重对人的，也是对人的一种那什么这个称呼上的习惯啊。比如说在这个称呼对方的时候啊，应该呢古人见面打招呼呢先行礼，行礼之后呢先问岁数
为什么古人之间先得问岁数？问了岁数之后吧，好知道谁尊重谁。别这好，咱俩跟这儿，我好多人一看，我觉得特大了，跟我那儿这哥那哥的，对吧？啊，老光叫哥，最后一看我比人小，你说这不是吃了亏了吗？对吧？我也不愿意占人的便宜，所以上来之前先不打听人名，先问人多大岁数，啊，一般都是那个您那个这个贵庚啦，啊，一般都是问贵庚啊，啊，比如说啊，我今年这个啊这个。这个16了啊，对吧？我还小，16岁，今年未成年啊。那对面比如说啊，我都多大，这会儿就知道了怎么用敬礼，怎么用那什么。一般呢都是小辈儿自己先介绍啊，比如说小辈儿一般我都得说我啊，我叫立书啊。完了我先介绍完之后呢，我介绍我名儿，但是问人呢不能叫人名儿，你叫什么名儿啊？这不能这么叫，那就人家就该不高兴了啊。你也怎么问呢？仁兄台府啊，仁兄台府。这个就是尊称的意思啊，就如这个碰到人来句你好某某先生女士啥，对，就是古人有古人的一道称呼方法啊，败兵都不追，讲究这个战争礼节啊，对，这我那天给大家讲过，那个元朝的时候这个征东行省，那征东行省呢派这个五万大军啊，这个攻打这个从这个高丽的这个釜山呀，攻打这个对马和这个鹿儿岛，就是九州啊。九州这个守将上来之后，先按这个古代的这个军礼，那马前正坐，那马前正坐啊。完之后呢，跟那这个拿起这个小扇子来啊，一扇，那我爸爸叫什么名儿？我在日本担任什么官？我是多少十亿，这一定得讲。比如说我是50万10亿啊，我是这个百弹10亿啊，就证明你这个领土有多大。那我是50万10亿，我爸爸是谁？我当年杀了谁谁谁？我爸爸当年杀了谁谁谁？我爷当年杀了谁谁谁谁？我和天皇俩人是什么关系？还没等说完呢，咚咚咚咚咚，蒙古人万箭齐发，就把这5000日本兵全都给杀得一个不剩了啊！所以说这个讲礼节也是双方的事儿。啊，你讲礼节，对面也得讲礼节，双方都得讲礼节。比如这边啊，我是这个托花托布拉啊，我这祖上是博尔之金，是铁木真啊，我这当年我这个征伐了花剌子模啊，完了这边是啊，我当年我跟着这丰臣秀吉怎么打的？那、啊、我跟着这个织田信长，我是怎么干的？啊，当然他那时候应该遇着蒙古人，应该不到那时候啊。我在这个什么这个镰仓幕府时期，我怎么发展的？我室町幕府时期怎么发？得双方都得跟这儿通名报姓。古代之前打仗，现在通名报姓，你叫谁，我叫谁，是吧？本将刀下不斩无名之鬼，但是还没等说出来呢，就被万箭齐发，就给这个射成窟窿了。所以这双方同样明白这套游戏规则才行呢。一边明白这游戏规则，日本人自己跟自己打仗都通名报姓啊，一说哇塞，这个好厉害呀、啊，我直接就降了你了，你知道吧？经常有这种事儿，不费一兵一卒，就光靠自己说就行了啊。若观而立不惑啊，这个花甲古稀茂迭。那半百没有啊，半百没有，没这说，这个对，所以说你说这俩人打仗的时候，你得这个双方啊得在同样的一个这个水平阶段，你这个是吧？啊，要么这没法说。那这个当年那个大家知道这个前秦啊，那这个领主叫苻坚。那当时打这个淝水之战，那当时这个鲜卑人呀，这个苻坚呀，就拉着他当地的这个氐族，那和这个羯族，就去攻打这个东晋了，攻打东晋的时候呢，这个人呢，就是呢，这个双方呢，在这个淝水遭遇战最后一场，一边是80万大军，另外一边呢，就只有这个几万人，那几万人。啊，5万人应该是，后来呢，双方一打呢，这个苻坚特别猖狂。苻坚说：“我们这80万大军把这个手里的马鞭扔到这个河里，河水自然都阻流了。那头鞭断流，那头鞭断流啊，说这个根本那个不怕他们啊。完了这个等到这个晋军攻打过来的时候，双方在这个河口啊相遇了。
那苻坚说啊，咱们呀人呀稍微向后撤，给他们让他们登岸，咱们再击打他们啊，这保持咱们的战争礼仪，不能用敌人半渡而击之，这是不讲礼仪的。他们就几万人，咱八十万人还怕他这个，对不对？就让士兵稍往后撤，稍往后撤，这个败这个兵啊，这看旁边人都往后撤，以为自己战争失败了呢，以为出了什么事儿呢，赶紧就匆忙的往后撤啊，赶紧匆忙往后撤，就造成连续的踩踏，这就是进兵大举掩上啊，就把这个苻坚呀，就给这个大举攻败了。啊，大举功败了，啊，这个苻坚后来这个听到看到这个看到这山上的这个草啊树啊都在动啊，就有一成语叫草木皆兵，害怕啊，听到这个大风的声音呀，呼呼呼在那吹呀，完之后呢像那个鸡鸣声一样，就是人的喊嘶喊声啊和这个哭泣声啊逃兵声啊和他这些声音啊全都这个揉杂在一块儿了，又形成了一个成语叫风声鹤唳啊，这一个历史战争出仨成语啊，这也是他当时过于讲究这个战争礼节了。啊，像是这个英军士兵呢，在这个攻打这个北美的时候，这个独立战争的时候，英美战争啊，英军都是穿着最红色的这个制服，最鲜艳的制服，证明是什么呢？你们都是我的兵，你们得看得见我，我是长官，我没倒，你们就都得跟着我打，对吧？因为当时的这些兵呢，都是没有经过这个战争这个素养的培训的。当时经过这个战争素养培训是士官，那他们上士官学校啊，上这个军事学院啊，包括将领这些人，他们是非常有这个，就是英国的这些士官，他们是非常坚韧不拔的。非常有毅力的这些人，不是这种贵公子的。像现在这个英国，像伊顿公学呀，像是这个普茨茅斯军事学院啊，他们还都是非常严格的，在这学校里根本没有什么卫浴设施，这学校只有凉水管子。到现在这2017年了，他们学校都没安热水呢。据说他们学校学生抗议啊，老游行，说希望这个学校这个增加热水管。啊，但是你说你这都看见了，那北美的那些游击兵也看见了，北美这些散兵游勇，就是你正规战，那美国从来没赢过英国，但是就是这些散兵游勇，靠这些这个步枪什么的神枪手，这些就把这鲜艳的这个英军的这个将官啊，一个一个都给打下马了，啊，就是这样，好吧，咱们接着说啊，像是这个，咱们刚才说这个庙号、谥号，那说这两个。中国哪个游牧民族打到西方了啊？咱们给这个大家介绍过这个北方游牧民族史，咱们主要呢介绍了这个六个民族啊，除了这个匈奴、鲜卑、羯、底、羌以外呢，咱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匈奴啊，分为这个五部匈奴和西部匈奴。西部匈奴啊，这个西迁了啊，完之后还有呢，给大家呢介绍这个鲜卑啊，鲜卑呢，它之后的这个别部叫柔然，柔然这个起来之后呢，它的别部叫突厥，突厥呢，在这个71年的时候呢，分成了这个西突厥和东突厥，西突厥也西迁了，他们呢共同的走到这个现在这个河中地区，就是这个拉姆河呀和希尔河流域，到了咸海，但是呢，匈人呢被怀疑，但是未经证实啊，是从咸海的北部到了顿河。啊，像是这个匈奴王阿提拉呀，从这时间上都是比较吻合的，啊，但是这个是没有什么这个确切的这个史物证明这其中的这个100年之间变化。突厥人是被这个证实了，啊，确实是这个包括这个塞尔柱国呀，包括像是这个迁徙到这个安纳托利亚高原呀，建立了这个后来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突厥国家，像是这个乌兹别克呀和这个土耳其呀，这给大家介绍过，啊，这个都是这个被这个证实的向西迁了。啊，这回答这个王先生的问题啊，我喝口水有点渴，喝口水啊。那666，太棒了啊！这666不是那什么吗？游戏平台嘛，老给主播刷个666什么的，那这样好吧。这个999，哎，999，那个999叫什么皮延宁是吧？这个在这个汉代的时候呢，一般呢是这个啊称这个谥号。那唯一有区别呢就是这个汉高祖啊，大家平时一说汉高祖指的是谁呢？指的是这个刘邦啊。但是呢，正式的称呼汉高祖不叫汉高祖，他是叫做这个太祖高皇帝。啊，他应该叫汉太祖，而不是汉高祖。但后来有可能以讹传讹吧，就叫成汉高祖。啊，汉祖高皇帝，啊，高是他的这个庙号，而这个太祖的太呢，是他的这个谥号。
啊，像是这个汉武帝呀、啊，啊，汉文帝呀、啊，汉景帝呀、啊，汉惠帝呀、啊，之后汉昭帝、汉宣帝呀、啊，元成、哀平啊，啊，这些都是他的这个谥号啊。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些谥号之间的这个区别，比如说克丁、霍乱、乐舞，那、啊、这个，它有这个好多种情况啊，看你符合其中的哪种。那、啊、比如说咱们说这个汉武帝啊。那汉武帝，汉武帝呢？他呢，满足的应该是这个哪一条呢？汉武帝满足的应该是五，那一共是有这个十几条啊。刚强执礼乐舞，威强敌德乐舞，克定霍乱乐舞，行民克服乐舞，夸智多穷乐舞，威强锐德乐舞，除伪宁真乐舞，威强恢远乐舞，率众以顺乐舞，保大定功乐舞，刚强以顺乐舞，辟土赤径乐舞。这些是不是汉武帝都满足啊？辟土赤径啊，这个减少刑罚。啊，完了这个刚强这个执意，完了这个开拓西域啊，这些内容，还有比如说这个折冲玉乳乐舞啊，锄奸靖难乐舞，拓地开封乐舞，肃将天威乐舞。你看这都这个都这北海牧羊去了，对吧？这个克有天下乐舞，睿智不杀乐舞，许民除害乐舞，啊，富敌无弊乐舞，啊，德必这个遐畅乐舞。那一共就是这十几条，所以它呢就是满足这些条其中的比较大多数的情况，啊，所以大家呢在这上谥号的时候，一般都是这个像是这个礼部的官员都是看这个谥发解，完了给这个皇帝评定一个这个谥号，啊，比较多用的这个好的谥号呢就是文帝呀、武帝呀，这都不错啊，稍微这个一般一点的好的谥号也是上谥，比方说惠帝呀、啊，这个景帝呀。啊，这个比如像这个平地呀，这都还可以啊。像是什么哀呀，元呀，啊，这个和呀，啊，县呀，这个环呀，陵啊，这些都是这个中式啊，这些中式。比如什么暴啊，虐呀，丑啊，这个屈呀，这些都是这个下士不好的谥号。比如隋炀帝啊，上一谥号叫炀，比如尹。啊，比如这周幽王啊，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幽是什么呢？你看啊，这个渠恶不通曰幽，啊，动静乱肠曰幽。你天天的老跟那烽火戏诸侯，是不是满足这个动静乱肠了？啊，早孤有位曰幽，没立儿子，那是不是也满足曰幽吧？这个早孤府位曰幽啊，违礼乱肠啊，没干什么好事儿，经常这破坏伦常曰幽吧？啊，暴民残野曰幽吧，这周人都暴动了，他能不曰幽吗？所以说，你看这个"幽"字给上的多么贴切啊，就上了一个"幽"字。啊，比如还有这汉质帝，啊，质就是这个中士啊，比如这个名实不爽曰是，这个有力无心，有心无力曰这个质，啊，这个执心迷他曰质。啊，真纯一德曰质，就是这中士一般就是有点好的，有点坏，有点好的，有点坏的，两边都沾边儿啊。再比如说这个下士纣啊，纣王的纣啊，这个见人多累曰纣，那、啊、这个残益损善曰纣，那、啊、天天把他那笔杆把他那叔叔心都给掏了，他能不残肾这个什么吗？这个残益这个损善吗？见人多累啊，任用比如申公豹啊，宠幸这个妲己啊，这些不是都是这个宠幸这个不好的人吗？所以他这个是应该曰纣。那所以这个都是古代上的这个谥号，这个呢一直从这个汉呢一直到这个唐呢，大家都一般都是用这个沿用这个谥号。那比方也是这个唐太宗啊，这个宋太祖啊，唐宗这个宋祖啊，这个是这个略输文采，这稍逊风骚，对吧？这个秦王汉武这个略输文采是吧？这个大家就可以看啊。这个秦皇和汉武，那秦始皇比较特殊，剩下人用的都是这个谥号，啊，等到这个明朝的时候呢，这个不太一样，啊，除了这个明太祖这个朱元璋以外啊，像是一般都叫什么这个永乐皇帝呀、嘉靖皇帝呀，他们为什么叫这些皇帝？比如说康熙皇帝啊，这个乾隆皇帝啊，咱们都这么叫啊，他们的这些又是他们的什么这个关系呢？
这个是他们的这个年号，那就到咱们这个下一个话题了啊。咱们跟大家说这个年号，这些都是年号。为什么你说这个之前这些皇帝他不用年号啊？比如说咱那个，比如说这个汉武帝啊，也有这个年号。小鹿公主都20级了，真高啊！嗨嗨嗨嗨，小鹿公主，我看你现在是不是有一什么法拉利什么车队啊？那可以给这个来看我了，主播，谢谢谢谢谢谢谢，欢迎小鹿啊。那这个年号呢，一开始呢比较多，比如说像这汉武帝呢，使用这个建元，那建元这个最早的有这个年号。那但是呢，一开始的年号经常改元呀，完之后这个换呀，一个皇帝不止一个年号，所以你到底应该叫他哪个年号？比如说这个，比如说这武则天一年换一个年号，你到底叫他哪个年号？年年都是元年，对吧？所以没法叫，所以一般都叫他谥号。等到明清的皇帝，一般都只有一个年号，比如康熙就一个年号，顺治就一个年号，比如像这个，像这个。清朝比较特殊的就是皇太极，皇太极有俩年号，也就他一个了啊。皇太极有一个年号是天聪，还有一个年号呢是这个承德，那承德啊，所以这个大家一般都用他使用比较时间长的，所以说呢，明清两代皇帝呢都是这个叫这个年号啊，比如嘉靖帝呀，这崇祯帝呀，啊这个比如说像那个对吧，一般都是叫这个年号。啊，小鹿公主，快给这个主播热热场！好的。啊，那今天呢，咱们跟大家呢，就是想说说的，就是古代的这些呢，这个乱七八糟的这些称号。啊，这个，大家可以这以后呢，看这人之后一看啊，知道这是什么号。那、啊、花椒不倒，哟，还写一清真言啊。小鹿还得画一清真言啊，这哪儿找着的这图片？啊，阿拉伊里库拉姆。穆罕默德·萨林拉哈，那这你这还来清真言啊？这真有意思啊！干嘛弄这么一符号？那王先生来封嘴啊！对，完了咱们接着跟大家说这个尊号啊，尊号也都是这东亚这些汉字文化圈里有的。啊，像是这个，比如说像是这个元朝啊，一生就是一个尊号，比如说像孝皇帝，啊，这个献皇帝，啊，这个祭天皇帝，啊，这个大成皇帝，啊，这个明皇，啊，明皇，啊，比如说这唐玄宗给他赐的这个尊号，尊号一般是什么时候啊？啊，一般都是这个什么，这个尊号一般都是这个皇帝活的时候啊就有。比如像这个唐玄宗啊，叫这个圣赐灵甫天宝皇帝，啊，幺幺队专业暖场啊，帮助主播上热门，关注不迷路，大家赶紧给主播刷上小礼物啊，支持支持啊，咱们争取上热门啊，啊，比如像这个年号呢，比如像这个就是乾隆啊、嘉靖啊，这些都不是这个尊号。啊，比如说嘉庆皇帝曾经给自己上了一尊号，这尊号不是每个皇帝都有的，有的皇帝喜欢给自己来一个那么霸气的名儿，不希望自己管这叫什么，啊，这个，哎，你是研究生吗？是啊，啊，这欢迎这新朋友啊，是叫这个曾迪生啊，还是曾条生啊？我这真不认识，这真不认识会念这字儿啊。这个嘉靖帝呢，自己管自己叫什么呢？大家听听这个啊，九阴天上，洪教普世。祭生灵，长阴阳，功过大道，斯人子集仙翁，一阳元真真人元虚愿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那、啊、这是嘉靖皇帝给自己上的这个尊号，啊，感觉有点那什么，感觉脑子有点残了，啊，我准备今年考研啊，是吧？准备今年考研啊。主播还是高中生啊，对，主播还是高中生，对，说的太对了，主播今年16，16。那这个后来呢，这个嘉靖皇帝觉得这年号这个尊号上的不过瘾，又给自己换了一尊号，叫做大太上大罗天仙子集长生圣智昭陵统元征应玉虚总长五雷大真人兼。元都宝镜万寿帝君，啊，我想问问这个英语真题，
得做几遍啊？主播在那什么，主播那个在那个国外上的高中，跟那国内高中有可能考的不一样，我就跟你说容易那什么，师兄手把手教你，我看看这，我看这个，古德里安又跟人又瞎说，人新来的朋友别那个说人家，你这个大家做题好好考啊，好好学啊，好好学，那这个。上研究生还是得自己研究点东西的啊，研究点东西。那这个明清的这个皇太后呢，一般呢都给上这个尊号啊，比如说像这个圣烈慈寿皇太后啊，这个孝圣显皇后啊，这个孝和睿皇后啊，孝钦显皇后啊，孝贞显皇后啊，一般都是什么什么显皇后，什么什么睿皇后啊，比如说这个慈禧啊，慈禧。慈禧呢，她呢给自己呢上的这个慈禧，首先大家应该知道啊，这个慈禧，慈禧就是这个同治他妈呀，这个咸丰他媳妇儿叫这个蓝玉儿好像叫，这个那。看那什么，你玩花椒这个没我熟，这个小弟听我的，那只要把我秒就行。对，大家把这个我这个4号麦文文给秒了就可以啊。这大家给这主播可以这个想刷的可以刷点小礼物啊。你看，比如说呢，这个慈禧呢，这个慈禧是一什么呀？是这个他的这个晋封的这个尊号。那这是尊号，他呢当时呢被这上的这个尊号呢是这个圣母皇太后，那圣母皇太后，还有呢就是呢他的这个名称呢又叫做这个慈禧皇太后，他正式上的这个封号呢是这个孝钦显皇后，孝钦显皇后，一般说这个孝钦显皇后指的呢就是这个指的就是这个慈禧。它的全称呢，这所有的这个清代的谥号都有一个孝字啊，因为清代人是这个最讲究这个孝字的啊，所以说每一个人都这个，甭管他是真假吧，反正他是希望啊，希望你这个孝顺啊，就是这个康熙再大，他拧不过他这个皇祖母啊，这个光绪再怎么着，他也拧不过他这个亲爸爸啊，哪有好办法？多做真题，大家都这么告诉我的，是。多做真题啊！他的这个谥号呢是这个，孝钦啊、慈禧啊、端佑、康仪啊、昭玉、庄诚、寿恭、钦宪、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啊。所以说呢，一般呢就结合第一个字儿和最后一个字儿啊，就是这个孝钦显皇后啊，就结合第一个字儿和这最后一个字儿。比较这个简单，比较简单，古代的这个大臣呢，其实呢比现在这大臣呀难，为什么比现在这大臣难呀？你比如这个维多利亚女皇，她虽然也有很多 title，你记这一个就行了。古代清代这大臣不容易，这个什么自己皇上叫什么名啊？这个父这个皇后叫什么名？皇太后叫什么名啊？这些名称呢，大家都得记得住，都得记得住。比如这个上朝了一考啊，你说孝钦显皇后怎么着？那你说说吧，他尊号叫什么吧？这十几个字儿你就得背下来啊，16个字儿、19个字儿，关注这个主播不迷路，主播带你考名校，没问题啊。学习不是难事儿啊，你说考试什么的，你说想及格什么的不是难事儿啊。我觉得吧，这大家吧，这个做大学上这个大学的时候一定不要注意他的这个功利性。好多人上大学吧，还没上大学呢，就想着，哎，我这以后找什么工作呀？再不想就晚了啊！这个什么这个上大一就想着，我以后找什么工作呀？我什么专业对口啊？我赶紧实习去吧！我赶紧去外头做做什么 volunteer 吧，赶紧去做做什么？也对，你有道理。比如中国大学就有这个两所学校，一所比如像这个北大清华，一类，比如像南开是一类，一种呢是叫什么大学技校。什么叫技校？培养培养你，到最后你是到社会上去给人打工去，对吧？
这大学呢，这实际的目的是什么呢？最早建立大学本来是学术机构，你写论文、发表论文，有自己的想法，为你的这个想法进行这个找资料、找引用啊，和大学之间的同学进行这个学术交流啊，研究点自己想研究的东西。那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就跟这硕士似的，硕士不是分为这个 taught 和 research 吗？专硕和研硕啊，分的就挺好的，啊。曾文正公、李文忠公啊，左文襄公，对，文正是最高的啊，文正是最高的，啊，文忠和文襄是这个一等啊，他们不是次伯爵嘛，啊，只有这个文正是这个次公爵啊，次公爵，啊，这个李鸿章啊，这个他不是叫这个肃义侯？我看啊，李鸿章他生前是伯爵 title 啊，死了之后才给追封到公爵的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李鸿章，那你看李鸿章的这 title 啊，大清啊，第一个 title 什么？光禄大夫，那、啊、光禄大夫。第二个呢，太子太傅啊。第三呢，是他的这个内阁的称号，文华殿大学士啊，比如有体元阁大学士啊，东暖阁大学士啊，东阁大学士啊，文华殿大学士啊，宝应阁大学士啊，宝应殿大学士啊。文华殿就是一个非常高的这个 title 啊，大学士。啊，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一等肃义侯，赠太傅。他这太傅还是给赠的啊，他这不是这个，他本来是太子太傅啊，太傅是教皇帝的，太子太傅是教太子的，对吧？所以赠了一太傅，就是这个属于追谥啊，追谥啊。他这个是这个，他这本来他的这个爵位是肃义伯啊。大家如果看这个马关条约签字的话，李鸿章签的是这个一等肃义这个伯爵啊，这个谁呀、啊？这个伊藤博文也是伯爵，也是他们日本天皇赐的伯爵。死之后追了一个这个一等侯，那就是公爵，啊，公爵抬头，这都是追赠的。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曾国藩是这个死之前就是公爵，那很厉害，还是啊，那个传说中的两个半完人嘛，是吧？这近代史咱就不讨论了，因为近代史我一讨论嘛，咱们这直播间里吧老是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声音。啊，我就跟大家聊聊什么这个玛雅人。昨天那个 LGC 来了，特逗，啊，我跟他那俩人聊啊，反正吧，我俩吧一聊什么这个清朝啊，这个近代呀、啊，共和国史啊，就这说不清，捋不清的一堆话啊，观点也多，想法也多啊，这个双方找这史料史实这个就评论，但是呢，这个。我呢，为了避免这种争吵，我平时不愿意跟人这个掰扯，因为我的掰扯，我老爱急，你知道吗？就是我有一观点，你要不听我的，我老急，所以一般我不发表自己观点啊，所以我一般都陈述事实啊，说点实际的啊。你要是想说这谁好谁不好啊，这个是这个小学生做的事情啊，比如说这个张三是个好人，那张三是个坏人啊，这小学生的智商哪有什么绝对好绝对坏的人，大家一定要这个辩证的看。啊，两面的看，说他做了什么事儿，哪儿好？一般这个，什么是真正的这个历史学家？就是研究史实，啊，这个、讲讲证据，发生什么事儿，啊，评论不是这个史学家做的事儿，啊，评论不是史学家做的事儿，评论是政治家做的事儿。哈、啊，为什么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这个小姑娘？因为她有很多事实嘛，你这揪几句啊，最后你给评论，这揪几句给她评论了。啊，评论一般都是后人这个干的事儿，咱们给前人做一些评论，啊，也一般都是政治家干的事儿，史学家呢不管这些，史学家就管考古，啊，知道这秦始皇他妈是嫪毐，秦始皇他爸到底是秦穆公还是吕不韦，就管管这就可以，你平时可以考证这也挺有意思的，啊，挺有意思的，啊，啊，但是咱们这个。这个就是平时这个讲话还是应该就是有所保留啊，有所保留。啊，行，那今天咱们这个尊号啊、年号啊、谥号啊、庙号和帝号，那一共是这个五个啊，完就都跟大家这个介绍完了啊。如果要是看那个回放的朋友们啊，这个看到这儿就可以这个结束了。那接下来就是跟那个大家这个闲聊天的这个时间了。嗯，好吧 ，OK， 咱们跟大家闲聊天啊，咱们说点啥？我看看啊，嗯。古德里安说：“嗯，这句话不错，那、感谢肯定啊，大家这什么这关注主播不迷路啊，主播带你们下高速啊。嗯”嗯来了，哎，这名起的挺有意思，两个都是鼻音啊。嗯，好，喝口水啊，喝口水，有点渴。
一般我都是晚上学电台，白天我都不学电台。你看学校也换了一灯泡，特别亮，巨足无比的这灯泡，特亮。那昨天那个学校也换的，来那个宿舍。我看看这老乔在，老乔咱俩要不然你们谁想连麦嘛？文文跟主播连个麦吧。啊，我这场控那个这什么特别特别好，这个学这个广播的。照的你白了啊，是是 是白了，啊，嗯，给文文发一个，连不连麦啊？文文那天跟我连麦了，你看看私信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啊？伦敦的这个路灯是智能的吗？哦，是。啊，我看你私信了，我没太明白啊。啊，刚才这个，我看看啊，是智能的。英超球票大概多少钱？如果要是这英超球票买套票的话，挺便宜的。如果要单买一个，也就什么几十块钱啊，几十磅。哎，一朋友跟我抱怨什么这个军校的这个苦生活，国防科大的啊。啊，对，我刚说完这英国的军校是吧？这军校是挺苦的，磨练意志嘛。对，我发现大家用那个苹果手机吧，显示的那个画面吧，都特别那个有意思啊。北京人啊，是，啊，对，这个为国家这个奉献还是得挺好的，啊。现在这个挑这个舰载机的这个飞行员啊，都去初中挑，我这挑不上我，为什么挑不上我？眼睛不行啊，眼睛看不行。我这好，上了天之后，我这哪儿都看不见，我这敌人在哪儿我都找不着，我还怎么打呀？我还啊，我也就这坐屋里待会儿。嗯，现在特别伤心，选了军校，嗨，没什么伤心的。咱们还是应该这个尊重这个军人，而且这个提高这个军人的这个待遇，这不是一句这个空口号。大家这个在面对军人的时候，一定要这个展示出来自己的尊重。要是没有人尊重军人的话，那就没有人愿意当兵了。现在特别伤心是吧？你怎么看这苹果手机？因为他这苹果手机吧，这古德里安，比如你看这古德里安这名儿，在我这手机上显示啊，就一特素的一星儿，就这个六芒星啊。显示特素，但是呢，它如果要是在这个苹果手机里呢，显示就是那个特别饱满的那种芯儿，啊，特别饱满的芯儿。除了这个待遇啊，就是有很多这个非物质上的这些奖励啊，一定要这个注重。比如你说这个好多大学教授不怎么挣钱，为什么好多人都想这个当博士生啊，都希望这个学历高一点啊，这个社会这个地位比较这个尊重。那比较尊重，人的这个在这个这什么呢？除了这个工资这种基础这个物质的这个满足以外啊，他不是，什么这个？如果大家上中国人好多学商科啊，商科这个学这个客户满意度啊，讲这个最高的这个满意是你的，比如品牌价值，那或者品牌认同这些。我用的是华为呀，华为。一般这个在中国，如果要是你要是正式单位上班，是没什么用苹果的，反正我们单位基本上都是用华为的。大卫星有点立体，对对对对，这个古德里安这大卫星就特立体，在那苹果手机上，在我这上就是特别特别简单的那种，就是简单的那种白的那个白心儿，白心儿，嗯，我给大家什么呀，干点啥呀？我要不给大家唱个歌啊，唱个歌，那算了吧，还是别唱，我这唱歌更没人听了。啊，主播好，雷鸟，哎，欢迎这雷鸟啊，我看看这头一回来是吧？欢迎雷鸟啊，你好你好，这真是大咖啊，我这房间里基本上没见过三十级以上，啊，
聊天就好，对对对，我这今天这正题说完了，今天给大家讲的是这个古代的这六种称号啊，有这个谥号、帝号、庙号、尊号、年号啊，和这个字啊字啊，我给大家说说这起名字吧。这个古代啊，这起名字啊，有一些这个避讳，那、啊、有一些避讳，这个中国人这个名字的这个习惯啊，首先第一条呢是这个讳啊，名讳啊。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同宗啊，对，这古德里安，我在这个讲那个语言学里讲那个语系啊，讲那个闪韩语系，你看那个语言学的第四期闪韩语系，我给大家介绍这个闪米特、韩米特，完了介绍这个他们的这个同宗啊，包括这个旧约圣经怎么写的呀，这个以撒呀，完最后到这个亚伯拉罕俩儿子，分别一个是这个犹太教，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这个阿拉伯人。那别看他们现在打得不亦乐乎，但他们确实是这个同祖先的，啊，就有这个名字。比如说呢，这起名字的时候呢，不能起呢大山大河，那别人不能叫什么张黄河啊、李长江啊，这个啊好像有叫李长江的吧？我这不好意思啊，好像有叫什么长江，反正古人起名不能起大川大河，那不能呢，尽量呢不能呢少起这个叠字。啊，古代人又少起叠字，啊，讲究避讳。那、啊、避讳里，比如同宗避讳，啊，潘长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古人习惯，那就跟那约定俗成似的，没什么，起这大江大河、山川地貌，比如说我叫这什么这张昆仑，啊，这我叫这个李天山，啊，一般很少叫这个，一般很少叫这个，啊，很少叫这个，还有比如说这个，在这个汉人中的时候呢，表字系统有啊，起这个表字的时候呢，有这个三种啊，一种呢是同义，一种呢是对义，一种呢是这个互文，那、啊、这三种形式。那比如说咱们伟大的这个敬爱的这个红太阳啊，这个中国人民的这个伟大领袖啊，这个革命导师啊，总舵手啊。毛泽东主席啊，他的这个字呢，就是这个"润"之啊，"泽"和"润"，这个是同义啊，同义啊。比如说像这个连战啊，连战啊，台湾的这个国民党荣誉这个主席连战啊，他字呢叫永和啊，这个就是相反啊。我叫天天打仗啊，我字天您年年和平啊，叫连战字永和。比如说像这个唐宋八大家里，这个韩愈，那韩愈写这什么《诗说》呀，这个《出师表》啊，这个中正嘛，中正在中间，介之啊，介之同义啊，老蒋也是属于起字表字里的这个第一种方法，同义表字法，那就这三种，你一般都是这三种里挑啊，这个同义、反义和互文。那比如说那个杜甫，那杜甫这"甫"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呀？杜甫。啊，大家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杜甫那么自恋了啊！这个杜甫啊，杜甫啊，甫啊是形容男子美貌的样子。杜甫字子美啊，就是我这人叫杜美丽啊，我字呢叫杜真漂亮啊。这可是就是夸自己啊。李白呢字太白啊，没法再白了啊。这个韩愈啊，愈是什么意思呢？愈挫愈勇，往前进、往前走的意思。韩愈字退之啊，往后走啊，这就是相反。相反，和那连战字永和这是一个道理，啊，比如隶书啊，字这个剑锋啊，这一个意思，这也就是起字有这个很多种这个方法啊，主要就是这个同义、这个反义和这个互文，啊，对，大家可以举一举这身边这些例子啊，举一举身边这些例子。啊，当然，咱们现在都不用这个字的这称呼了。但如果你这个念古人名的时候啊，尽量还是叫他字啊，比如孟德怎么着啊。当然，你要说曹操也可以啊，关键你跟曹操没什么关系。高晓松啊，字这个字爱大紧，哎呦，这绝了，绝了。那老乔嘞，真棒，老乔嘞，你也跟高晓松说说，说高晓松啊，我给你起个字啊，我给你起个字啊，你以后就叫爱大紧。啊，你看人怎么说你，啊，你说你这跟那韩愈字退之是一个道理啊，韩愈字退之是一个道理。
我看这人家平时那个女主播这个要礼物都说点什么，我这真不知道怎么说。每回遇到这收礼的时候，我这太尴尬。你不是上微博了啊？是，我看有一什么新玩法，我这好像也没开，仅对部分主播开放，敬请期待。得了，那我也不甭玩了。哎呀，这昨天这个晚上有人听我讲那个土耳其的那个这个从那个兴起到那个削落嘛，雷鸟送一个，这真是不好意思，你第一回来就给我送一礼物，给你比一心啊，第一回来就给送一礼物，这真不好意思，可以关注关注我就可以了，平时老来看看我可以。昨天给大家讲的是这个奥斯曼帝国啊，从这个穆罕默德二世啊，到这个苏莱曼一世，那讲的是这个土耳其从这个兴亡啊，到这个到这个衰落，从这全面兴盛到这个衰落时期啊，见面礼啊，又不是相亲，要什么见面礼啊？这个今天晚上吧，咱们把这土耳其的这个最后一期，到时候给大家讲了啊，今天晚上到时候给大家讲讲。啊，我这平时和这个中国的时差就7个小时，那大家呢和这个中国这个时差，哈哈哈哈！对，是谢谢啊，谢谢，啊，这个和中国时差7个小时，完了大家如果要是这个算我时间的话，就跟我这个减7就行了。我一般就是这点播，这点播呢就是下午，就是这大家快睡觉之前啊，跟大家讲，下期准备讲什么？讲下期给大家准备的是那个音韵学。咱不是音韵学，一共不是打算这个开5期的内容吗？咱们之前不是讲了2期了吗？之前咱讲了一个这个元音的这个开口音、闭口音，完之后讲了一个这个元音的这个音形图。完了，咱们下期给大家讲讲这个辅音。辅音上期咱再给大家介绍了一个这个颤音，之后这个闪音、色音、擦音、边闪音，这个鼻音，还有这个痰音，一共是这个7个，到时候给大家讲讲这个辅音。完了之后第四期打算给大家讲这个音节，那就是辅音和这元音给大家一块儿说啊。这个比如这个双音节、多音节，这个前置辅音、后置辅音。完了最后一期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语言连贯时的这个连音吞音啊，在这个中文和这个英文之间的一个运用啊。比如说这个，比如这994啊，那个994啊，这994，它就不读 ninety 就读 natty 了，对吧？它就是中间有这个变音啊。这个讲讲希腊诸神，不知道有没有兴趣？可以啊，咱给大家讲讲这个希腊的历史。希腊我讲希腊的内容，主要讲政治讲的比较多啊。从这早期的这个戴克里先呀，到这个梭伦改革呀，完之后防止多数人那个暴政啊，讲过这个希腊的这个雅典公民议会呀，500人议事会呀，还有他的比如那个建主制、君主制、这个贵族制、这些元老院制度这种五权这个变化呀，这个在这个朱拉这个希腊的这个早期给大家讲过那个三贤都讲过学派的划分啊，像是这个早期苏格拉底、这个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啊三个人，还大家讲了一个这个克里斯蒂尼啊，克里斯蒂尼啊，之后讲过一个这个智者学派，讲过一个智者学派啊。关于这个希腊宗教这块儿，给大家讲的挺少的，那到时候可以作为一个话题，对，大家有什么想听的话题就跟我说啊，我也不是这个张口就能来的，我一般这个直播之前都给大家准备，啊。早期没什么人，现在人特别多，可以重新讲。对，我早期那时候直播那些回放吧，就是这个，因为我吧，这个本来做这个直播吧，就是玩这个平台吧，最早也是，就是这个希望这个我这朋友吧，看我这些录像，平时啊，伯罗奔尼撒战争可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包括这个雅典同盟和这个南部叫做这个斯巴达啊，斯巴达。我记得上学那会儿还学过希腊文化，对，希腊这一块是，这个新课标新加的，那个旧课标之前没有希腊这一段，上来先从那个文艺复兴、大航海开始讲起，你就找不着这个西方思想的根源了。所以说这个课改之后加了这个希腊罗马的这个西方古代这个文明这一段还是很好的，很好的有这么一段。但是中世纪和这个什么30年战争啊、70年战争、大北方战争，中间这战争基本没怎么讲，直接就是中间也是跨过去了，
有个你特别喜欢的粉丝啊，你可以有什么主题，发私信给他们来。没读明白，我看看啊，有个别你特别喜欢的粉丝啊，你可以有什么主题，发私信给他们啊。行行行，好嘞好嘞，可以，可以，还可以。到时候我这有什么主题的话，我跟那个大家说啊，跟大家说，大家这个，但是我这最近一段时间有可能要考试啊，有可能这个。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能播的少，但如果我要播的话，一般都是这俩点儿，我的这个下午2点和我的这个晚上10点以后，那一般都是这俩点儿，啊，一般一次播就是2小时啊，这样的。我觉得成哥的经济学这个还挺好的，啊，是吧？我也是学这个经济的啊，学计量的，啊，分析也挺好的，是吧？行，那也挺好的，行。那个，大家也这个早点休息啊，早点休息啊。有想送主播礼物的，可以再表示表示啊。没有想送主播礼物，主播就跟大家说这个再见，拜拜。现在国内时间也都那个4+7，4+7是11点半了。我要干啥去？没什么事儿。那你们该睡觉了，都12点了，不该睡觉去了。我倒是得学习学习，反正那个。我那个博士申请还得写一篇 proposal 呢，啊，好，主播拜拜，再见。